这个美女也是灰指甲合并嵌甲综合症，前几天自己在家里处理的，现在碰起来这样碰起来就痛，对吧？对。我的天啊！现在开始处理啊，处理过程中可能会有点感觉，可以喊，可以讲，可以叫，但是不要动。我可以把感觉降到最低。我肯定要轻一点的。你现在要处理了吗？对呀，要处理了。哦。越拖问题越严重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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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不用，不用，好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看看啊。出来了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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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？来。来，美女看一下，好了，看到没有？他这剪了一次、两次、三，最起码剪了三次，这回完全扎在里面去了，知道吧？哦，对，看，完全扎到里面去了。